高雄前镇区一家青草茶行，使用原料黄花蜜菜，有农药残留超过了标准120倍。因为这家青草茶行的源头是嘉义水上的嘉泰青草行，而嘉义县卫生局已经针对上游业者开罚60,000元。夏天一到，天气变热，喝青草茶的人越来越多，可是标榜养生的青草茶却不见得安全。高雄市卫生局发现前镇区一家青草茶行使用原料黄花蜜菜，有农药非颗粒残留 6ppm， 超过标准值 0.05ppm， 120倍。另外一种原料白鹤灵芝则残留5种农药，也都违规或超标。他所用的2种的植物原料都有检出残留农药多种，那另外他的农药的残留量甚至在这个非颗粒的部分达到超标120倍。对此，青草茶业者很无奈，开业已经6、7年，也都很注重环境卫生，从来没有想过上游厂商提供的青草原料竟然含有超标的农药。看拢假水啊！啊，你嘛是唔知啦，你嘛迄个嘛产地问题啦。你这嘛咪讲，我买咧，讲买南买啥物货嘛，唔是安尼啦。李先生的青草茶原料是向嘉义水上的嘉泰青草行购买，嘉义县卫生局已经针对这家业者开罚60,000元。另外，高雄市顺阳生技的顺阳古早茶、大农种子行的菊花茶也都残留达灭酚等4种农药超标。因为商家无法说明原料来源，卫生局各依法开罚30,000元。记者综合报道。号称总统茶的福寿山长春茶供不应求，台中警方就查获和平区一家茶行涉嫌在店面以及网络上头贩售假的福寿山长春茶，连茶罐还有包装都仿冒，获利至少有上千万元。而警方目前已经查扣了上千斤来路不明的茶叶，将会进行化验，而茶行的负责人夫妻也被移送法办。警方来到台中和平区一家茶行搜索，当场搜出大批仿冒福寿山长春茶的茶罐、包装盒和纸袋，也在大型冷冻柜中发现1000多斤尚未分装的茶叶，全都遭到警方查扣。福寿山农场的代表认为他们的包装日期，包装日期不是他们包装出来的，而且这个日期农场那边没有授权。警方表示，福寿山农场所生产的长春茶有总统茶及国茶的封号，因为一年只收成2期，经常供不应求，每台斤价格逼近10,000元。这家茶行曾在2年前拿到福寿山农场的授权，不过仅能包装贩售海外版，但现在却在网络和10多间下游茶行都能买到，涉嫌仿冒侵权，茶叶的来源也受到质疑。101年的冬季开始，全部都是农场包装完毕才出厂的，没有所谓的散装的茶。那你说业者说的那个茶是属于是比较早期的，那大概是96年、97年那时候的茶叶。遭警方查缉的茶行坚称，与福寿山农场有授权关系，只是期限认定有争议，将循法律途径提出诉讼。警方最后将茶行书信负责人夫妻依违反商标法、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移送法办。记者邱子培、赖世杰台中报道。民进党公布国防政策蓝皮书第9号到第12号报告，内容包括未来如果执政，将会成立第4种军种——网军。民进党26号上午公布国防政策蓝皮书，其中最受到关注的就是未来民进党如果再度执政，国军将会成立第4个军种网军，以因应敌人网路攻击。民进党表示，不排除成立非官方组织，以吸引具有资讯专长的民间人士参与网路防卫的任务。一个独特的一个军种，它下面就会有它自己基于它军种需求的一个组织弹性。那甚至于也不排除有一个类似行政法人的实验室，能够引介或者是当作我们跟民间治安人士合作的一个平台，所以这会比较有弹性一点。另外，各界关注民进党未来如果执政会不会恢复征兵制，民进党表示将会改变现有募兵制的缺失，一男的4个月军事训练也暂不调整，将等新政府上任10个月后再听取各界意见，决定是否调整。要如何来精进
现在马政府仓促推动的这个募兵制上面所面对的这个问题，让我们的这个兵役制度能够更加完整。执政之后的第一个 QDR 在做一个判断，现在没有人知道我们参谋本部的作战构想是什么，你要打什么仗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我要用多少兵？另外，民进党也表示，未来如果执政，将会随着经济成长逐步将国防预算提高到 GDP 国民生产所得3%，以维护国防战力。记者张雄、陈信龙台北报道。新竹市发生一起八旬老翁放下自家铁卷门，企图自杀。发现老翁平时因为一个人住，虽然女儿早晚都会回老家陪爸爸，可能还是心理上感觉到孤单寂寞，才会想不开寻短。专家就呼吁，独居老人的情绪可能容易变得比较忧郁，就算有家人的陪伴，还是会需要实质的关心。如果年长的父母亲开始变得足不出户，恐怕子女就得要多加注意了。新竹市一名83岁庄姓老翁，25号早上8点被发现压在自家铁卷门下，经过消防队员抢救，赶紧将奄奄一息老翁送往加护病房抢救。头部垫子加头部，头在外面。那我要出门还头还垫个那个垫子。老翁可能长期独居，四名儿女又各有家庭事业要照顾，虽然女儿早晚都会回家陪爸爸，可能还是心理上感觉到孤单寂寞，导致走上绝路。这也暴露出独居老人因为没有子女陪伴，独自面对空巢期，可能出现忧郁的倾向，成为高龄化社会不得不关心的一大隐忧。你们打一个电话没有多少钱，你要问问妈妈你好不好。看电视啊，听音乐，我音乐哦，我人在村，若无咧听，我嘛甲放互等咧。安尼，敢内底较有人安尼。内政部统计，目前国内65岁的高龄人口多达280万人，其中独居老人就多达31.1万人。专家表示，子女在陆续成家后，老父母有的不希望给家人添麻烦，选择一人独居，心里却产生忧惧倾向，常把自己关在家里，脾气变得暴躁，不会跟子女说，心理空巢期越是严重。如果父母开始变得足不出户，恐怕就得注意了。对很多过去有兴趣的事情没兴趣了，然后整天就关在家里，然后呢也懒得动。专家也建议，老人家一旦出现忧郁情况，未必会对子女说，建议和父母的朋友打好关系，借由旁敲侧击来了解父母内心最深层的声音，以避免遗憾发生。记者综合报道。